有点苦吗？哇，这怎么洗过酸菜的味儿啊？够硬黄上，还没称皇啊！够硬大王，百因必有果，你的报应是我，就是我。在座的几位有这个无底子吗？XiaZhiguang、祖生，您是学过？对，学过中国舞，也是跟。 京剧有那么一丝的联系吧，因为中国舞剧，尤其是跟京剧很像，包括山榜啊，然后声韵啊，都会很像。对，那完了，那别人就吃亏了，真是他占便宜了。那肯定啊。行，那咱们这个三米台下高这个任务就交给他。最好展示展示，躲一躲，躲一躲，躲一躲。要看什么？就是跟戏曲的形体稍微大一点的就可以。嗯。 就比如说，拉三绑啊，对，然后一些手法亮相啊之类的，然后，大，然后就是一些技巧啊，就是技巧都声韵都还可以，对。哦，是，和身是不一样。啊，顺确实人家有这个，挺好。嗯，可是，啊，这些都不能看了。能看能看能这，啊，你看，这么近，哎，这边这边你俩。 不让进，哦，进了，看谁让他？哦，哦，这插旗子是干嘛？这旗子是啥意思？这靠旗儿，这是有的人物当中，比如说有的武将啊什么的，这都。但基本上武生会有这种。 对对对对，到马弹什么的，那这颜色啊，你就知道是个搁衣服的这种鞋嘛，因为我也就知道是搁衣服的地儿。我本来想给你好好解释一下什么是水锅的啊，那我们解释一下水锅。水锅应该卸妆洗澡的地方吧？对对，你说对了，太机灵了，太聪明了，确实是啊，那就没啥好看的了。这屋里多有意思呀！没啥好看的了。呀，啊，这屋比他们那屋有意思多了。 就你最识货，我们就站在这儿讲这水锅，所谓水锅就是一个水房，它里头比如有柴火去烧烧水啊。把鞋换了，咱们都上垫子上去吧，好吧？好。我老师们好，我叫夏志光，我之前就是从小学中国舞，对，但是由于先天嗓音不太好，所以就没有再接触京剧这一块。我小时候的时候，我奶奶特别喜欢听戏，都是奶奶，少戏啊。 <笑>故汉末年，月之将。启大王，小鹰已无奔起奏。遵旨。大王有旨，吾本早奏，吾本眷恋退班呐。这一房间，两张床，反正。两张床，两个人。带大家转一转，看看。 应该这边都是给咱预备的，我感觉。哇，这我们宿舍是吗？对，选房间嘛。夏之光绝对快，我赌哪一口夏之光，肯定快。他肯定快。嗯。嗯。静。这我，然后我选啥呀？我选幺二。你反正知道我是哪。 因为我是第一个，你爹。我选那个吧。你写啥？你写。你那是啥？书。书。祝你有个好室友。躲一躲呀，躲一躲。 六了，吾刚在朝堂，就直接选就可以了吗？贴纸，书，嗯。
这个吧。 这是炒肝是不是？这直接吃吗？对。那你们要互不嫌弃，你们就一人多吃这个。这是蘑菇吗？不知道。哦，这是包子。嗯。挺好吃。 嗯，喷汁了，这是啥呀？灌汤包。哪个干翻什么包？灌汤包。这里面有蘑菇吗？我没试蘑菇的。这个有蘑菇吗？这个没有是吧？这个有蘑菇。这里是吃的。你们俩还真不一样。我要勾的。我来个两宝朵。不错。 厉害一次，上面的东西。啊，这赌可以直接吃啊！哎，这个要煮吗？要煮熟了，熟了，熟了，它是水爆肚，爆好的，它就是搁凉了，直接凉了。都在嘴里了，我要是你，我就先不问了，万一不能吃的，拿这当鲱鱼罐头了，这事儿。你鼻子没用，我跟你说。 哎呀，哇，这怎么西瓜酸菜的味儿啊？那个味儿还好，闻都还好。要是酸菜的味儿，我都可以吃，都可以喝下。我闻一下呢。啊，不行，我来闻一下。臭酱缸的味儿。你知道爱喝豆汁的人得揍你。还有人爱喝豆汁啊？有啊，老一辈的稍微多一些。习惯，下次往筷喝。发现我们的吃不下去。哦。 夏之光的三下巴，三下巴都出来了。哎，就感觉喝酸菜桶里面那个酸菜水。酸菜水你也喝过？就是不是没喝过，但是闻过。豆汁有营养吗？夏天喝豆汁消暑降温。哎呀，明天早上拿这个就起床，明天又起床了，喝一口。我不不玩。同甘共苦，酸角汁，哎呀，男子汉，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你这声音点了，来来来，你这芭蕾手围都伸出来了，这。 三位，这是恭迎皇上，还没称皇啊！恭迎大王，你不说话的这块啊，没有话了，不要加戏啊！没事，开玩笑。哪一师？有，有本传旨下去，有本早奏，无本退班。启禀大王，没有就启大王，没有禀大王。 启大王，三二一，启大王夏侯婴有本启奏，传夏侯婴上殿，遵旨。三二一，大王有旨。不是你不是三爷了吗？三二一，大王有旨，向。
大猴鹰上殿，您比上戏还多。大猴鹰上殿，灵芝。